杰杰波卓丹尼美香，嗡颂内摩龙杰波阿佳，巴克尔当昂赞都杰摩多，朗巴德杰加拉香赞罗。啊，各位法师，各位师兄，大家晚上好。首先，请大家发菩提心。 呃，我们今天啊，为什么要听课啊？还有为什么要学佛？为什么要修心？嗯，那么我们的出发点是什么？啊，我们的目标是什么？我们的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嗯？这个必须要明确。嗯、有一句话啊，说的非常的好啊，选择啊比努力更重要啊。如果我们的选择， 是错误啊！这样子的话，那我们的所有的努力都是徒劳无益。嗯，如果我们的选择是正确的选择啊，哪怕在这个上面呢付出了一点点啊，都有啊都有有这个回报啊，有作用，有结果啊，这样子的。所以我们的选择是特别特别的重要。工作、生活、修心啊。 都是这样子，都不例外，所以选择啊是特别的重要啊。那么我们学佛的时候呢，在我们的前面就有三条路可以走啊，也就是说我们有三个选择：人天成，小乘佛教啊、大乘佛教，就这么三个选择。那么大乘佛教啊和 小乘佛教啊，它都是走向解脱道，都是选择解脱啊这条路。啊，然后啊，人天成啊，人天成，它不是走解脱的路啊，而是走人天啊，人天的路，这在就是轮回当中啊，为了不堕地狱，不堕出生，不堕恶趣，不堕。 善恶去，心善啊，但是呢，他不选择解脱，他不选择解脱，就是呃，他不想成佛，也不想解脱，也不想成为阿罗汉啊，他就只想拥有啊健康的身体啊，幸福的生活，他觉得这样子就足够了，所以他没有别的追求。 这样子的选择，呃，叫做人天成，这是我们的第一个选择。它不是选择解脱的路，啊，这条路没有办法了脱生死，啊，这条路是没有办法解决我们的生老病死的问题。但是呢，它可以解决我们的啊啊，比如说下一世多啊，堕地狱呀，堕恶鬼呀。 啊，这样子的问题是能解决的，这是一个选择。嗯，另外一个选择啊，就是解脱。嗯，那么解脱有两种解脱，一个是为了我自己的解脱啊，这是一个选择。嗯，第二个选择呢啊，为了所有众生的解脱啊，为了一切众生的解脱，这是第二个选择。嗯，所以我们啊，有一个是。 不解脱啊，但是呢，不像啊，不像多善恶取啊，地狱、旁生啊，还有这个恶鬼，叫做善恶取啊，不像多善恶取，但是呢，也不像啊解脱，这是一个选择啊，希望我们嗯，不能选择这样子的路。有些时候啊，有些时候偶尔我们为了。 现实的健康长寿啊，以及现实生活当中的这些啊利益，比如说为了这些啊烧香拜佛啊、磕头念经啊，这个没问题的。但是呢，我们的总的啊这个学佛的目标，最好就是不是这个，这是不能不要选择这条路，这是第一个啊。然后第二条啊，第二个选择解脱，解脱。 有两种选择，一个是个人的解脱，那就是小乘佛教的解脱；然后第三个呢，啊，就是大乘佛教的解脱。那么我们今天啊，应该是选择啊第三条路啊这样子。那么第三条路呢，也叫做菩提心啊，菩提心啊。那么我们今天为什么要听课？为什么要学习？为什么要修心啊？就是。 为了成佛啊，为了成佛，嗯，那么为什么要成佛呢？就像啊，就是为了度一切众生啊，度一切众生，嗯，我们可以这么说啊，我们的学习修心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为了成佛，嗯，然后成佛的目的是什么呢？成佛有没有目的呢？啊，成佛也有目的，成佛的目的。 就是为了更好的啊利益众生，所以大乘佛教的这个最终极的目标啊，也不是成佛，而是利益众生。嗯，但是如果要更好的利益众生，那就是必须要成佛啊，必须要成佛。如果不成佛的话，那么我们没有办法啊，没有办法这个更好的利益众生啊。在没有成佛之前，我们。 啊，可不可以利益众生？也可以利益众生，但是呢，我们的啊，这种利益众生呢，其实是非常有局限性啊。所以呢，我们为了利益，为了这个啊，毒化一切众生啊，下决心啊，发心成佛。嗯，那么我们怎么样利益众生呢？啊，我们目前没有这样子的能力啊。 在这种情况下，啊、呃，怎么样去实现这个目标呢？啊、呃，那么首先啊，我们自己要成佛，自己成佛了以后呢，然后我们可以度啊更多的众生，啊，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啊这个听听课啊学习的目标就是这样子。好，简单的说，希望大家啊这样子发心啊，我。 为了度化一切众生啊，我一定要成佛啊！为了成佛，我今天学成佛的方法，啊，学习成佛的方法，嗯，学好了以后呢，啊，我去修啊，这样子，终有一天我一定会成佛的。这个时候我要去度化一切众生啊，这样子啊，请大家这样子啊发菩提心。 接下来啊，我们就讲今天的这个啊，今天的这个啊课程啊。那么今天的这个课程呢，啊，也是这个《华严经》啊里面的几句话啊，《华严经》里面讲啊，入风有虚空，信时无障碍啊，这样子的一句话啊，呃，它的。 此这个《华严经》里面的这个“此底，啊，这两句话的“此底就是说，先是信实勿张哀，啊，如风又虚空啊，它的这个“此底就是这样子啊。那么我们今天要讲这两句话，为什么要讲这两句话呢？因为这个里面呢，已经包含了啊，整个大乘佛教的。 这个交义啊，整个大乘佛教的精神啊，所有大乘佛教的思想啊，就在这里面。那么还有一个啊，我们现代的人啊，虽然是这个物质方面啊，物质生活方面呢空前的啊丰富但是呢，我们的这个精神啊是极度的空虚啊，有各种各样的。 精神上的啊疾病，而且这些疾病越来越多，所以我们所有的人啊，都感觉啊感觉不到啊幸福啊，越来越多的人就觉得我们的生活压力特别的大，任何一个地方都感觉到啊很紧张啊，生活的节奏快，压力大啊，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啊感觉不到。 内在的啊，内在的自由啊，内在的自由，人类啊一直都在啊这个争争取或者是呃、啊、在啊在这个呃、啊、追求自由、嗯，但是这些自由呢啊就是外面的自由，嗯，就是多数都是外在的自由，比如说言论的自由啊啊等等等等啊很多的自由。 嗯、但是呢，我们往自己的心里去求这个呃自在自由啊，这种方法呢啊，只有佛教里面啊才有，佛教才能够给我们提供一个这样子的方法。我们世间的啊追求啊这种自由的方法，都是往外去啊，通过各种各样的斗争啊。 通过各种各样的斗争，向我们希望换来啊、呃、自由、嗯。但是佛佛教的教育，它是啊、呃、是主要是啊、呃，跟我们自己啊、呃、往我们自己心里深处去寻找自由，然后斗争呢要跟自己斗啊，就要跟自己斗，不是跟别人斗啊啊。呃 跟自己斗啊，战胜了以后呢，最后的胜利也是自己的啊，也是自己跟自己斗啊，战胜了以后，胜利了以后呢，啊，最后的自由啊，最后的这个自由啊，最后的胜利，最后的结果也是啊自己的。那么这种方法呢，啊，是真正能够获得最崇高的、最究竟的自由。 啊！但是我们，啊就绝大多数的人还没有发现啊，还没有发现这种方法。我们绝大多数的人一直都认为啊，自由。我们为什么不自由？就是因为别人啊，因为各种各样的客观的因素、外在的因素啊，不不让我啊自由啊，不让我解脱。所以我要去创造更多的啊，让我。 自由的啊，这样子的这个条件，所以我要跟往外面去求自由，所以我要跟外面去斗啊啊，就所以就产生了各种各样的斗争。嗯，佛教的方法呢，就是反过来啊，反过来讲啊，然后如果真的要这个要自由的话那就是要跟自己斗啊，所以如果最后啊，就是啊。 战胜了以后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状状态呢？这时候呢，就如风又虚空，就像风啊，就这个虚空当中啊，就像一股风啊，就走在虚空当中啊游荡一样，它是自由自在，没有任何的障碍啊。风从啊空中就虚空当中啊经过的时候呢。 它不受任何的这个阻碍啊，是很自由的，没有这个障碍的。所以我们在内心当中，哦，得到了自由的时候，从心底深处得到了这个自由的时候呢，然后信实啊，无障碍，我们就行走在啊，行走在这个时间啊，有些时候我们会行行走到。 啊，比如说天天界啊，色界、无色界啊，有些时候呢，我们会行走啊人间啊，然后有些时候呢，菩萨为了度化众生，他也会行走啊到地狱啊，就像就像地藏王菩萨一样，行走到地狱，行走到这个恶鬼啊、旁生都有，嗯，但是呢。 啊，心走的时候呢，它就是没有啊障碍的，没有任何的障碍，嗯，心走无障碍，心驶无障碍啊，我们就这个时候就是不会有障碍的，嗯，然后这个为了表达这个意思啊，在大乘佛教里面啊，莲花啊经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标志啊，莲花。那么莲花它象征什么呢？莲花。 从泥土里面啊生长啊，从泥土里面长出来的，但是呢，莲花啊不着泥土泥土，嗯，莲花是非常非常干净的啊，它上面不染泥土的。它是虽然是从泥土里面长啊，但是啊不不染泥土的。嗯，同样的啊，比如说我们信走在啊，信走在人间啊，信走在世间。 但是呢，这些时间的烦恼、人间的烦恼啊，这个范夫的烦恼啊，凡夫人的烦恼啊，不会控制我们啊，不会受到这些烦恼的控制啊，能够得到一个真正的意义上的啊，真正意义上的这个解脱啊，真正意义上的解脱和真正的意义上的自由啊，这个是。 这个就才是真正的自由了啊！这个就是佛教的，呃，要达到的一个境界啊，也是我们的追求的一个境界啊。那我们达到了这样子的境界的时候呢，第一啊，我们自己啊，因为，因为这个不受这些世俗的烦恼的控制啊，然后在内心当中没有痛苦啊，然后。 可以啊，行走在这个时间啊，更好的利益终生。嗯，我们现在啊，很多人嗯，就希望啊，这个呃、啊，希望啊，拥有自由啊。就像我我们很多人的啊，就是九零八零后的年轻人的衣服穿着啊都看得出来，大家穿啊破破烂烂的衣服啊。为什么穿这样子的衣服呢？ 啊，然后我们的头发的发心啊，就是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发心，嗯，那是为什么呢？因为大家都不太喜欢这种死板的啊这种生活啊，因为这个很压抑，就压抑感啊，就感觉上人啊不自由啊，就是大家都要走一个这样子的一条路啊，这样子以后，这个大家都觉得这个空间啊，空间很小。 嗯，就很雅抑啊，很闷心啊，所以就很随意的啊，就穿衣服、穿着、穿衣服都是破破烂烂啊，就是放荡不羁，就这四个字啊，意思就是这四个字。但是呢，我们穿一个这样子的衣服，我们的穿着上这样子，真的能够放荡不羁吗？啊，不是。如果真的要放荡不羁，那就是要从内心当中。 活得自由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呢，就像啊入风有空间，就像风啊游荡空间一样。这时候真正的啊，真正的啊不执着啊不在乎，然后呢，这时候呢，真正的意义上的这个自由啊，就活得了啊，要达到一个这样子的境界。嗯，这个对我们啊。 从佛教的修心的角度来说，是一个很高的境界，很需要的啊。然后从我们的现实的生活的角度来讲，也是特别的需要，尤其是现代人呢，更加的需要这一点啊。现代人必须要学会怎么样啊，找到内心的啊轻松啊，内心的自由。嗯，比如说我们外在的自由啊，怎么样能够获得？ 获得外在的自由，这个很多人知道，嗯，但是我们不知道啊，怎么样才能够获得啊内在的自由？这个我们不知道啊。所以，我们外在啊，什么样的自由啊，什么样的自由都有了，但是呢，有一个自由还没有得到之前呢，我们总是啊感觉不到啊真正的这个自由，那是我们的内心的自由。 内心的自由、外在的自由啊，言论的自由、什么这个新闻的自由、什么的自由都有了啊，但是呢啊，我们的呃这个幸福感它没有越来越增长，而且每个人就觉得啊生活很压抑，然后就每个人都就就觉得啊不开心、空虚。这个唯一的原因就是内心当中啊没有获得啊自由。 就是主要是这个原因，嗯，那么佛教啊，大尤其是大乘佛教啊，它给我们啊，就推荐啊一个一个啊方法啊，这个方法是啊，让我们获得啊内在的自由，内在的自由，而且如果我们自己啊努力的话，可以达到一个很高的境界，这个境界真正的。 啊，名副其实的能够达到，就像啊风啊游荡空间一样啊，就如风游空间一样啊，形式无障碍，真的能够达到啊啊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像汉传佛教里面的啊，像像济公和尚啊，还有这个印度的啊，印度佛教里面的八十位啊大成就者。 他是位大成就者，啊，然后在藏传佛教里面呢，也有特别特别多的这种成就者，嗯，那么这些成就者呢，啊，他真正的啊，跟自己斗，跟自己的烦恼斗啊，然后战胜了啊，啊，最后他真正的达到了啊，就是啊，如风有空中一样啊，有虚空一样，他就是性是无障碍，没有障碍。 没有痛苦，没有任何的这种啊、呃、精神上的痛苦，可以达到这样子啊。这个从从小乘佛教的角度，比如说阿罗汉，嗯，阿罗汉当他还没有圆寂之前，他的肉体啊还是有痛苦的啊，他的肉体有生老病死啊，而且这个痛苦的感受呢啊，跟普通人一样有感受，一样会痛苦的，但是他的。 精神上啊，没有烦恼啊，没有烦恼，精神上获得了很高的自由啊，所以呃，他可以解脱，他可以解脱，他这一生啊，这个肉体离离开了以后呢啊，他就获得自由了，他就啊成就了阿罗汉就是这样子，这叫做有于阿罗汉和无于阿罗汉，有于阿罗汉。 就是他，就是这个精神上啊成就了，但是呢，肉体还在的啊，因为他他这一生当中成就了，但是肉体还在。那么这个肉体呢，它毕竟是啊人的血肉啊构成的，所以呢，还是有痛苦的，还是有衰老的，还是有死亡的。嗯，但是他的内在的精神完全已经是超越了所有的啊这些。 界限，它不受任何的啊控制，所以它已经得到了一个相当高的啊自由，所以它没有痛苦的啊。然后大乘佛教啊，大乘佛教菩萨的第一地啊，大乘佛教菩萨第一地的时候呢，然后它不但是没有内在的啊，不但是没有内在的痛苦，外在的啊，外在的身体上的肉体上的啊。 这种痛苦啊，它也是没有的。啊，它不但是没有内在的啊精神上的痛苦，而且啊，连这个肉体上的痛苦都会消失了。啊，菩萨一地的时候就这样子，佛就更不用说啊，这样子。嗯，那么我们今天啊，我们既不是阿罗汉，又不是佛啊，又不又不一定是菩萨的第一地啊，这些都离我们。 啊，呃、有一定的距离，我们绝大多数的人来说啊，那么我们能够做到的啊，就刚才两句话啊，就说这个啊，如风有虚空啊，行驶无障碍这两句话，我们啊目前能够做到的啊是什么啊？我们能够做到的，就像啊，就像这个如风有虚空这样子的。 这个我们能做到的是什么啊？然后我们怎么能够目前啊，我们目前的这个状况来说，我们怎么能够达到啊？这两句话啊，那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这个啊，阿罗汉成佛，这是一个我们的长远的目标啊，是也是最终的目标。嗯，这个目标呢，离我们有一定的距离，我们嗯不可能马上就能够做得到啊。 那除了这两个以外呢，还有没有啊？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啊，可以做到的这样子的两句话，就像啊，就像像风啊，游荡空中虚空一样啊，没有任何的障碍啊。在人在红尘当中啊，人在这个世俗当中啊，但是呢，这个世俗当中啊。 不太受啊这个世俗的呃这个影响啊，不太受啊世俗的控制啊。意思就是说，不太烦恼，不太痛苦啊，还是在某种程度上啊，在一定的程度上，我们啊能够啊能够这个就像风一样，就像风游荡空中一样，不受啊这个心世俗的障碍。 有没有这样子呢？有这个有啊，我们今天要讲就是要讲这个啊。如果没有啊，那么我们讲了也是没有用的。如果落实不到、用不上的理论啊，对我们来说是没有用的。嗯，啊，有用的、能够用得上的啊，随时随地都啊可以用的。比如说我们现在这样子的时候，都立即啊，任何时候都能够用的。 这样子的理论啊，对我们来说有价值啊，这个是才有价值，因为这个我们能做得到啊，所以有价值。但是啊，我们如果不努力，啊，不努力啊，自己不努力的话，那么这个理论是我们现在啊可以用得到、能做得到啊可以做的。但是呢，如果不投入的话，那么我们还是一样的啊，就受到这些。 食素的这个这个障碍啊，从大的方面讲啊，因为我们受到了这个食素的影响，所以我们有生老病死，有贪嗔痴,痴，然后我们永远都不能这个啊，从轮回苦海当中解脱。从大的方向讲啊，从小的方面讲啊，从小的方面讲，我们的比如在现实生活当中，比如说我们啊，也有一定的。 这个啊，生活的条件啊，物质生活的条件，嗯，然后啊、呃，虽然是这个层次不一样啊，生活的水平这层次不一样，但是呢啊，每个人都有，基本上啊，有足够的能够解决我们的基本的生存的这些物质的条件都有啊。然后呢，这些我们世俗的人比较羡慕的这些该有的东西，也基本上有啊。 啊，但是呢，啊，还是啊，因为我们自己的心、内心的原因，还是不满足，啊，还是不幸福，还是不快乐，啊，这样子，啊，那么这个我们啊，用一种方法去解决，啊，解决了以后呢，在内在的问题解决以后呢，还是比较啊，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已经获得了，只有不是说。 像佛的这么高的境界，也不是像阿罗汉这么高的境界，也不是像异地菩萨这么高的境界。但是呢，我们还是啊，每个人在这一生当中啊，这一生当中，我们就就这么几年当中，稍微努力一下啊，三年五年这样子的时间，稍微努力一下的话，也就能够啊，得到某种程度上能够得到啊解脱啊和这个自由。 啊，这样子以后呢，也像刚才我们在《华严经》里面讲的两句话，我们也能够做得到啊。有这样子的方法，嗯。那么这个方法是什么呢？啊，这个方法是什么啊？用什么样的方法我们能够达得到呢？好，我们然后接下来啊，我们再啊看一下这个《华严经》啊里面怎么讲。有啊两个问题。 啊，也就是说有两个要点，最关键的啊，最核心的就是两个啊，《华严经》啊是一个非常非常庞大的一个佛经啊，但是它这个里面的内容呢，精华呢啊，就只有两个啊，就两句话是它的精华。嗯，首先讲如于住世间啊，你。 就是在住时间，所有时间当中，物以物所主啊。如果你能够在这个时间当中啊啊不执着啊不执着，不依赖什么东西啊，意思就是说，我们的心啊能够自由啊，能够独立，能够自由，不依赖，不过度的依赖啊，不过度的依赖任何世俗的东西，比如说名。 力、物质啊，等等，这就是不义无义啊，物所逐啊，无义物所逐，无义就是无依靠啊，无义物所逐就是无所执着的啊。我们不可能完全不执着啊，我们的心啊，所有凡夫人的心都是一样，我们不可能完全不依赖啊其他东西。呃、嗯，但是呢，不过度的。 依靠啊，比如说我们现在啊，现代人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我们以为所有的问题啊，都可以用物质来解决啊，然后我们想任何一个问题都用物质来解决啊，这样子以后呢，啊，这种生活在无形当中啊，无形当中啊。 就把我们养成了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啊，我们的心啊，根本就没有啊能力呃面对任何现实的啊，就是因为太过度的依赖物质以后呢，越是这样子啊，越过度的依赖物质，然后我们的心就越脆弱啊，越脆弱，最后我们的心啊没有办法去面对现实。 啊，面对现实，这个时候呢，我们全球啊精神上的问题、精神的疾病越来越多的原因啊，或者是我们自杀的人越来越多的原因啊，抑郁症的人越来越多的原因，就是这样子的原因啊，就是因为我们过度，我们的心过度的依赖啊，过度的依赖无知等等所以啊，我们还是要学会。 啊，适当的学会不太依赖啊，心啊，他自己有自心、自强、自立啊，这个是佛教也可以用这些话。但是我们的啊心就是没有这些，没有自强自立啊，过度的依赖其他的东西啊，这样子以后呢啊，然后他就没有能力啊，没有能力自己啊站起来啊。 没有这样子的能力，一定要站起来，就是一定要靠其他东西啊，就叫做这个依靠啊。所以我们无意，无所主啊，不要过度的执着啊。我们不可能不执着了，但是呢，不过度的执着啊。《华严经》讲：无以无所住，其心不无碍啊。如果我们这样能够这样子，那。 其心这个心啊，就是没有在任何时候啊，都任何时候都没有障碍啊。任何一个时候，他什么时候其心不无碍啊？在任何时候啊，都虽是水滴啊，他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啊都没有障碍。比如说，我们的心啊能够坚强啊，这样子的话，那么比如说他有钱的时候啊。 或者是务钱的时候啊，当他是一个一个总统的时候啊，或者是一个高管的时候啊，或者是当他是一个啊监狱的啊这个犯人的时候啊，什么样的时候都没问题，只要有他有这个坚强的心啊，这样子的话，他这些都能够啊能够面对，他有能力去去面对，嗯，所以他什么样的时候啊？ 比如说他非常有钱的时候啊，他是一个亿万富翁的时候，或者是他的公司破产啊啊，在这样子的时候啊，或者是他家庭非常非常和睦的时候，或者是啊啊家庭破裂啊等等啊这样子的时候任何时候如果我们的心啊稍微比较坚强的话，那就啊他没有障碍气心。 普无癌，啊，他任何时候都是没有没有障碍的。嗯，这句话我们可以解释为佛的心啊，也可以解释为阿罗汉的心啊，也可以解释为啊这个伊地菩萨的啊这个层次。但是呢，我们也可以解释为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我们能够做到的一个最低层的啊这样子的无癌啊普无癌，起心普无癌，这样子的心。 啊，他任何时候啊都是没有障碍的。嗯，外面的很多东西啊，外面的变化啊，不能影响到他的心啊。所以啊，比如说他有钱的时候，没钱的时候啊，有权利的时候，没有权利的时候，他平就是能够保持啊一个平常的心啊，他可以保持一个平常的心。所以在任何一个环境下，比如说非常恶劣的。 啊，环境啊，这样子的下，他也可以过一个很幸福啊，很很开心啊，很有意思的这样子的这个生活啊。然后呢，他也在可以啊，在繁华的都市里啊，有各种各样的诱惑啊，这样子的地方呢，他如果有这样子一颗心啊，那么他也一样的可以过一个啊，就像一朵莲花一样啊。他虽然是出于 泥土，但是呢，啊，不染泥土，他可以啊过一个这样子的生活。不但是他自己能够这过这样子的生活，而且他可以让别人啊也过上啊这样子的生活。所以我们有办法啊啊做到啊，我们现在都有办法做到，只要愿意去做啊。如果不去做啊，我们不去投入的话，那么这个释迦牟尼佛亲自降临。 也是没有办法的，所以我们啊还是要最终还是要去自己去做啊，清净入虚空啊，这是最重要了。这个人的心啊是什么样子呢？就是清净的，非常纯洁的，非常干净的啊，就像虚空一样啊，就像没有污染的地方的蓝天啊，尤其是像高原的。 秋天啊，秋天的蓝天，我们在佛教里面呢，经常都用秋天、秋季的啊这个蓝天啊，因为因为这个夏天呢，啊有稍微有一点点雾啊，然后啊天气好的时候也有点点影响啊，冬天呢有回尘啊，然后春天呢啊也有这个啊。 稍微空气，比如说地面上的温度的是原因，还是会这个天空不是很很很纯洁啊？就是在一年四季当中啊，秋季的天空是最纯洁最纯洁的，非常非常的啊漂亮的啊，就是这个人的心啊，就像秋天的啊这个蓝天一样啊，它没有任何的啊这个障碍啊，能够达到一个这样子。 那么这个是从正悟空心啊，从正悟空心的智慧的角度讲的，所以，我们啊，第一个我们要想办法去正悟空心啊。接下来怎么样正悟空心，有具体的方法，这个我们要继续讲的啊。首先我们要知道啊，我们刚才讲的《华严经》讲的两个两句话，就是我们的目标啊，就像如风有虚空啊。 心识无障碍，这是我们的目标啊。那么我们怎么样能够达到这个目标呢？他就提供了两种方法，一个是正无空心啊，正无空心，明心见性。嗯，明心见性有很多的啊，次第，佛也是明心见性啊。然后呢，一地菩萨呢也是明心见性啊，阿罗汉。 虽然不叫明心见性，但是呢，他也某种程度上，他也啊见到了一部分的空性啊，一部分的空性。所以呢，这个明心见性上面呢，他也就征悟了一部分。嗯，所以这些都叫做啊，这些都是他们的征悟啊。那么我们今天既不是佛，又不是阿罗汉，那我们跟这个有没有关系？有关系，我们也可以征悟。 啊，我们也可以证悟，虽然不是佛，虽然不是阿罗汉啊，啊，但是我们有我们的证悟啊，初步的证悟，初步证悟，这叫做初步的证悟啊。阿罗汉的证悟，它不是初步的证悟，已经很高了啊。佛陀的证悟，那就更不用说了。异地菩萨的证悟呢，也是很高的啊，都不是初步的证悟啊。这些我们今天用不上，但是呢。 初步的真悟啊，今天我们在座的所有的人都有机会的啊，所有人都有机会，嗯，只不过我们自己啊，珍不珍惜这个机会啊，就这个问题啊，机会所有人都有的，如果我们不珍惜啊，那么有了这个机会也是没有用。如果稍微珍惜这个机会的话，每一个人有这个机会啊，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啊，能够达到。 青金入虚空这样子的境界啊，而且这个青金入虚空，这个就是有适合我们的啊，适合我们的这样子的层次啊，这样子这是第一，这是第一个啊核心的要点。然后第二个是什么呢？入修菩提心啊，你去修菩提心啊，佛陀就告诉他的弟子你啊。 去修菩提心啊，这是行动啊，菩萨的行动。呃，但是菩萨的行动呢，实际上要发菩提心啊，实际上发菩提心，不发菩提心，怎么样去啊？这个有怎么可能有菩萨的行动呢？啊，所以首先它的前提的条件是菩提心啊，入修菩提心，功德喜圆满啊。如果我们能够。 修啊，菩萨道，菩萨道实际上就是啊六毒，所有的菩萨道都包含在这个六毒啊当中。啊，如果我们能够修菩萨道，那一定会功德喜圆满，一定会的啊。这时候呢，放大智慧光，普照一切事。啊。这时候呢，我们的这个真悟了以后呢，我们啊。 就像一个阳光啊，就像阳光一样啊，因为太阳的光能够照亮整个的啊太阳系的啊这个空间一样。我们证悟了以后呢，我们的这个智慧的光能够照亮我们的所有的心啊，不仅是能够照亮我们的自己的心，而且可以照亮别人的心啊。所以我们这时候呢，可以放。 方广啊，方方智慧的广，这个广能够啊、呃，能够这个呃，牵出我们自己的黑暗无明啊，不但是能够牵出我们自己的无明和黑暗，也能够解决别人的啊这个烦恼、呃、无名，所以叫做普照一切事啊，它能够这个光可以照耀啊所有的时间。 啊，所有的实践。呃，这两句话啊，这两句话里面讲了什么呢？第一个，我们要真空性啊；第二个，就是要发菩提心啊，就是这两个了啊。我们我刚才讲的大乘佛教的这个所有的经华啊，就是两个核心的思想是：第一个就是要发菩提心啊，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要这个真悟空性。 就这两个，啊，这个时候啊，我们要学大乘佛教，怎么样学呢？啊，这是一个大乘佛教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句话啊，入不离时间，亦不着于世啊。这个时候你不要啊，不要脱离时间啊，这个时候你不要脱离时间，也不要执着于时间啊。这两句话是。 达成佛教的最核心的问题了啊！这两句话呢，就像飞机的两个机翼啊一样，两个翅膀一样。嗯，因为第一个啊，它不离世界啊；第二个呢，它是不着于世啊，不着于世啊。那么这两个怎么样能够达到呢？因为我们有了菩提心啊，发了菩提心以后呢，它自然就不会脱离的。 不会脱离，它还要回来度终生啊！比如说月球啊，就在我们的地球的这个轨道上，它转动啊，绕啊，它不会啊离开，它不会离开地球啊。为什么呢？因为有地球的引力啊，所以不让它啊就离开地球。嗯，所以它不离开地球，但是呢，它也不会落到地球上。 它也不会落到地球上啊！这时候啊，它就是在这个地方转。那么，如果月球落到地球上，那就是地球的一个灾难啊，一个灾难。所以，它也不能落到地球上啊，它也不能离开地球，它就在这个不远不近的地方转，然后它就可以照亮啊地球。然后，我们的地球也是一样，跟这个太阳啊。 也不能太靠近，也不能落到太阳上啊，那也是我们的灾难啊。也不能远离啊，也不能完全的脱离啊太阳啊，那也是一种灾难啊。就在这个不近不远的这个轨道上转啊，这样子的话，那么就太阳啊可以帮助我们啊，太阳可以帮助我们。同样的啊，菩萨就是要做到这个啊。 第一个啊，汝不立世间，你不要离开世间，不要脱离世间啊！为什么不脱离世间呢？啊，如果脱离世间了，你没有办法度众生啊！啊，大乘佛教的它最终的目的不就是利益众生吗？啊，那么没有众生的地方，怎么去利益众生呢？如果要利益众生，那当然要到有众生的地方去利益啊！没有众生的地方，利益什么呢？所以。 你不要脱离时间啊，这一句话非常非常重要。嗯，汝不离时间啊，汝不离时间，你不要离开时间，脱离时间。亦不著于事啊，但是呢，你不要执着于这个时时时间啊。如果执着于这个时间啊，那么就像我们月球落到地球，或者是地球落到太阳啊上面一样，然后呢就。 不但是不能帮助，不能利益众生，而且啊，连自己啊都解脱不了啊，连自己都都解脱不了。所以呢啊，必须要超越啊，超越。第一个不离时间啊，第二个不着于时间的话，然后就有这个结果：性是无障碍啊，如风有虚空啊。这个时候呢，我们既不脱离。 时间啊，有不著于时间的话，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像啊风游荡啊虚空一样啊，然后就没有任何的在这个诗，行走在世俗红尘当中。但是呢，这些世俗的红尘啊，不影响啊，可以达到这样子的这个境界。嗯，啊，这是我们的今天的啊要讲的这个《华严经》里面的几句话啊。 那么这个就是大乘佛教的整个的啊这个精神，嗯，那么刚才我们讲的这两个啊，首先啊，第一个我们不着于时间啊，那么如果要不着于时间啊，那我们怎么能够能够达到啊这个目标呢？我们现在啊反复都是非常非常啊执着在乎啊这个世界。 不捉于，就是说，我们就落到这个时间啊，时间当中啊，就在这个时间当中轮回六转啊，生死六转，这就是捉啊，就是因原因是因为我们自己去执着，因为我们自己去执着这个轮回，所以我们就在这个生死轮回当中，一直都在轮转啊，流转脱离不了。 那么这个问题啊，以什么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以什么方法来让我们离开啊？稍微啊，离这个轮回稍微远一点啊？这个以什么样的这个啊力量呢？啊，就是刚才讲的这个正悟空心啊，正悟空心，清净入虚空。我们的心啊，清净入虚空，正悟的时候呢，然后啊就可以达到，我们可以离这个啊。 时间稍微远一点啊，稍微远一点的地方不在这个时间当中啊，意思就是没有自己已经超越了、脱离了啊，稍微远一点的地方，这个是正悟空心的作用啊，所以我们现在啊要争取啊正悟空心啊，希望我们所有的人啊，凡是学大乘佛教的人，不要以为。 烧香拜佛啊，就是学佛的整个的内容啊。不要以为烧香拜佛是学佛的所有的内容啊。然后我们啊遇到问题的时候呢啊，去临时抱佛教，然后就求佛啊。这个我们也不要以为是这个整个佛教的啊内容。求佛可不可以？可以求啊。 佛有很大的力量，我们如果自己心很虔诚的话，呃，有我们能够得到这个佛的加持啊，啊，这个毫无疑问的。但是呢，也不是所有问题都求佛来解决啊，因为有这个里面呢有一个因果，有一个因果自然的规律啊，这个自然的规律佛也是没有办法解决的啊。释迦牟尼佛他不是。 啊，他不是这个自然规律的创造者啊！如果释迦牟尼佛他是创造者啊，那就那就如果我们多多的求释迦牟尼佛，他把我们的这些所有的自然的规律改变啊，改变了以后呢，让我们去成佛啊！如果这个自然的规律在佛的手里啊，这样子，那当然很好办了。那这样子，佛是大慈大悲，我们去归在啊佛教下。 然后我们烧头香啊，多求佛这样子的话，那就佛会慈悲我们，把我们的这个，因为我们的因果都在佛的手里啊，他把就手里的因果改变，让我们去西方极乐世界活，着是让我们成佛啊，可以的。但是这个权利啊，不在佛的手里啊，这个权利就在我们自己的手里，不在佛。 我们佛教怎么讲呢？啊，这个跟西方宗教完全不一样的地方，佛教就是说佛啊，他不是全能的啊，他只是全知的啊，全知，他知道这个世界是怎么啊怎么形成的啊，他知道我们是怎么轮回的啊，他知道我们从轮回当中怎么解脱，都很清楚。所以啊，从这个角度来讲，佛它是全知的。 嗯，但是他不是全能的啊，不是全能。他有些时候佛也很无奈啊，就是因为我们终生啊不听佛的话，然后佛让我们啊心善啊端恶，但是呢我们端善心恶啊这样子的时候呢，这个因果就颠倒。这时候呢佛啊也是没有办法，所以佛就是这个万事万物这个因果规律。 自然规律的，呃，发现者啊，他知道这里面有一个这样子的自然的规律啊，但是他不是创造者，因为他不是这个万事万物的创造者，所以呢，如果我们不配合啊，佛陀，那么佛陀就是没有办法啊，让我们解脱。就像就像一个患者，如果他不配合医生那的治疗啊。 他不接受这个治疗，他不吃药，不不打针啊。这样子的话，那么医生知道这个药他对他有有有帮助啊、呃。这种治疗完全是能够治的他的病，他很清楚的。但是医生啊、呃、没有办法了啊、呃，医生也是很无奈。所以这个时候呢，医生他知道，但是他没有这个啊、呃、权利啊、呃。同样的，佛陀也是。 啊，释迦牟尼佛他全知，但他不是全能啊，他不是全能。佛教他不会说释迦牟尼佛主宰这个世界啊，佛教不会说释迦牟尼佛创造了这个世界啊。佛经里面啊，有一句非常出名的话啊，这句话大乘佛教里面有，小乘佛教里面都有啊，就是说，如来出师或不出啊，因果存在。 这个就是说，释迦牟尼佛出世也好啊，不出世也好，这个因果的规律啊，永远都是存在的。释迦牟尼佛出世才啊两千多年啊，那么两千多年、三千年、五千年之前啊，有没有因果呢？有没有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呢？有这个一直都有的，所以这就说明这不是释迦牟尼佛创造的，只是释迦牟尼佛发现的啊。 所以，我们如果要这个轮回啊，在这个轮回当中啊脱离啊，就像月球一样啊，保持一定的距离，我们也不完全脱离这个轮回啊，也不在这个轮回当中啊，就是保持一定的距离，在一定的轨道上啊，轨道上运转。这样子的话呢，我们既不受啊世俗红尘的影响啊。 也可以帮助啊，时啊时数时间的人，嗯啊，这个是啊大乘佛教的这个净化要做到的啊，它的目标。那么第一个，我们要从这个当中啊脱离啊脱离出来，从轮回当中脱离或者超越啊，不叫脱离，叫超越啊。准确的说，超越。那超越用什么方法让我们超越？就是要正悟空性。 真悟空性，嗯，真悟了空性以后呢，然后啊，我们可以脱离了，嗯，但是小乘佛教呢，啊，他就彻底的脱离了啊，因为他真悟了，他真悟了这个呃、啊、忍无我啊，他断出了我我知啊，断出了我知以后呢，就想啊，他就从这个当中啊，从从比如说月球 很早很早以前呢、啊，啊，地球跟其他的天体相相撞啊，撞击了以后呢，一部分就变成了啊，月球啊，这个是科学家的这个解释啊。然后印度就有很多很多的神话故事啊，最早最早的婆罗门教当中也有，有些时候佛教也就啊不太去啊。 研究这个，这个嗯都没关系。当时的印度的文化就这样子，佛教有些时候也就会用一用这个婆罗门的这些啊，这这这些说法啊。那么月球啊，从从地球上啊脱离出去了啊，就是超越了，分开了，分离出去啊。那么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力量呢？就像我们刚才讲的啊，就像因为其他的天体撞击了以后呢。 它就一部分的啊，一部分就分离出去了。同样的，我们现在用什么样的方法，让我们从轮回当中啊解脱出来呢？这是唯一的方法：真悟空心啊。那么，小乘佛教的阿罗汉，他真悟了以后呢，他就超越了啊，分离了，但是他缺乏了，他缺乏了这个菩提心啊。缺乏菩提心，没有菩提心的时候呢？ 就像地球没有引力一样啊，没有什么东西把它拉回来，拉到这个轨道上，它就彻底的就离开了啊。就像月球它越彻底离开啊这个地球一样啊，它不受啊地球的这个引力，它就彻底的啊离开，就是啊自己自由自在的就走向啊这个太空啊一样。 阿罗汉呢，他就彻底的啊，就走到了一个极端啊，那就是涅槃啊，涅槃，他他超越了轮回啊，但是呢，他也脱离了，嗯，脱离了，嗯，我们这样的第一个力量，让我们从这个轮回当中分离出去啊，超越了，这是第一个力量，那是真悟空性的力量，智慧的力量啊。 这个时候需要另外一种力量啊，另外一种力量把我们拉回来啊，不要走太远啊，就在一个规定的这个轨道上啊，轨道上啊运转啊，不要彻底的脱离。彻底的脱离的话，你啊不受这个轮回的影响，但是呢也不能利益众生啊，也不能利益众生，因为众生就在这地方，你就越。 完全的、彻底的脱离了，所以他没有办法利益众生。所以这时候需要另外一种力量啊，把它拉回来啊，拉回来以后呢，拉到一定的这个轨道上啊，然后这样子转啊，然后才能够利益众生啊。那么这个力量是什么呢？这个力量就是慈悲心啊，这个力量就是菩提心。嗯，这力量就菩提心。所以这两个力量啊，这两个力量。 让我们离这个轮回啊，不近不远的地方啊，离轮回不近不远的一个啊这样子的地方，然后让我们转啊，这样子以后呢，我们因为离轮回有一定的距离，所以啊不染于这些轮回当中的生老病死的痛苦啊，然后呢，我们这个也没有彻底的脱离轮回，所以呢，他在这个啊。 轨道上也可以帮助啊，这个地球上啊，月球也可以照亮我们黑暗的时候。同样的，我们在这个轨道上啊，可以可以帮助众生。所以啊，《化严经》里面最后讲的就是啊，你不要脱离啊这个轮回啊，也不要捉于这个轮回啊时间，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我们啊，想办法要达到这两个，这两个。 这是大乘佛教的啊核心的思想。那大乘佛教的所有的啊修心的方法，它的间接啊，都围绕着啊这两句话啊，都是围绕着这两句话。嗯，除了这两个以外呢，没有一个啊，在大乘佛教里面呢，没有一个完全跟这两句话没有关系的 这样子的方法和交易，所以我们啊学佛的时候呢，很多人也不知道要怎么样学佛啊，因为我们找不到一个具体的方法啊啊，很多人都以为啊我们的这个学佛所谓的学佛是什么呢？啊，尽量的去做好事啊啊，当一个好人啊，做好事啊，然后呢，我们啊就念佛啊，烧香拜佛。 除了一个普通的人，普通的一个时时数的时间的好人的标准上啊，然后我们再去啊烧香啊、拜佛啊、念佛啊，这样子以后呢，我们就觉得啊，我是一个佛教徒啊，我在学佛啊，很多人是这么想，嗯，但是这些都不是学佛啊，这跟、个、我们很早以前就讲过，我们去烧香拜佛啊，这些都叫做供佛，我们。 是供佛的啊，那么这个供佛呢，有功的，有功的能够积累啊很多的这个资粮啊，所以我们这一生当中啊，下一世啊，心想事成啊啊，然后就不躲地狱啊，稍微健康啊，长寿啊啊都有的啊都有的，但是呢，再健康啊，最后某一种病啊是致命的病，这个是治不了的啊，再长寿。 最后啊，还是要走的，所以这个就是要想办法啊，超越这个轮回当中的一个方法啊。因为没有找到这个，所以这些都叫做功佛，还不叫学佛，这都是功佛。嗯，另外一个我们刚才讲的，比如说我们不顺利的时候啊，工作不顺利的时候啊，或者是我们有一些私啊呃有一些失情嗯需求的时候，我们去烧香啊、拜佛，然后求佛。 那么这个也不叫学佛，这叫做求佛啊。只是我们去求佛祖的，嗯，求佛啊，能不能有加持？有加持啊。所以我们有些时候不顺利的时候啊，可以到庙里面去烧香拜佛、求佛，都没问题的啊。或者在自己的家里啊，在佛堂里面呢，啊，也可以求佛，都没有问题。我们有问题的时候，求释迦牟尼佛啊，求莲花上大师呀。 求这个都母呀啊，求菩萨呀啊，都可以的。我们有问题的时候求佛菩萨，这个很正常的。嗯，但是呢啊，解脱啊，解脱成佛啊，这些还是我们自己去啊学习啊，通过学习啊，才能够解决这些问题。这个不是求啊，这个求得不到的啊，得不到这样子求我们。 比如说求佛，让我们啊学得更好，让我们学习修行当中没有什么阻碍啊，这些是有帮助的。但是呢，这个真正的这个智慧呢，还是要啊还是要学习才能够获得，不是啊求佛才能够得到啊。所以这叫做求佛啊，前面的叫做供佛，这个叫做求佛都不叫学佛啊。那么学佛是什么呢？就是。 向释迦牟尼佛学习，这个就叫做学佛啊。让向释迦牟尼学习什么呢？我们学习什么？释迦牟尼的啊，什么东西呢？啊，就是两个啊，是什么呢？就是刚才华严经讲的啊，向佛陀的智慧学习啊。为什么我们要超越轮回？所以向佛陀的啊这个智慧学习，它才能够让我们超越。第二个。 向佛陀的慈悲心学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不不能脱离轮回啊。为什么不能脱离轮回？就是要要利益众生啊。脱离了没有办法利益众生，就像阿罗汉啊一样，脱离了以后就没有办法，至少在一段时间当中啊，可以说是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当中是没有办法啊这个利益众生。但是。 最终啊，从大乘佛教的角度讲，最终呢，阿罗汉啊，他也要学佛，他也要发菩提心，最后他也要进入大乘佛教。嗯，但是呢，在相当一长的时间当中，我们啊没有办法离众生，所以啊不能脱离啊不能脱离。那么不能脱离什么东西不让我们脱离呢？这个力量是什么啊？这个就是菩提心啊，所以我们要向。 释迦牟尼佛的啊，这个慈悲心学习啊，向释迦牟尼佛的慈悲心学习，这叫做啊学佛啊，这个就叫做学大乘佛教。第一，我们啊学释迦牟尼佛的这个慈悲心啊；第二，我们学这个释迦牟尼佛的，释迦牟尼佛的这个啊这个智慧啊，这样子才能够达到刚才。 《华严经》啊讲的这个啊这,这个这个目标啊，那么藏传佛教、汉传佛教啊各有各的这个修心的修心的方法，嗯，修心的方法，像汉传佛教啊这个超越轮回的方法啊，超越轮回的方法就是像禅宗啊讲的一样啊，就像禅宗里面讲的是最殊胜、最殊胜的。 啊，呃，方法，这个就是禅宗的啊、呃，这些思想呢，其实都是啊、呃、藏传佛教里面讲的密法的呃思想，完全是一致。就像大圆满的一部分，呃，还有这个嘎居牌的啊、呃、大手音，啊、呃、当中讲的是什么呢？就是啊、呃、这个啊、呃、禅宗啊、呃、当当初马尔巴大师从 印读啊，去求学啊的时候呢，他就有当时他就得了两种大受音的传承啊，两种传承。那两种传承一个是什么？一个是需要观丁的啊，需要观丁的。那么他的大部分的这个他的仪局啊，这些经书啊，他的根据证据的这些经书啊，都是密法从密法当中来的，嗯。 另外一部分的大寿音呢，它不需要观定的啊，不需要观定，那么它的这个依据啊，不是密法啊，而是正好是啊，仙宗的，就像《大涅槃经》啊，还有就是《汝能且经》啊等等，这些正好就是禅宗的啊依据啊。禅宗就是依依靠这些佛经。嗯，然后当时马尔巴大师。 有两种这样子的这个大寿音的传承啊，那么这两种传承在藏传佛教里面都是归纳为秘法的啊，秘法的部分。嗯，但是后来呢，因为因为这个在藏传佛教里面，这种观定的啊，观定的这个秘法啊，有观定的这秘法很兴盛的啊，所以呢，就后来啊。 就传下来的就是现在啊，这个嘎举牌的多数的大多数的，就像恒河大收音呢、啊，很多很多的收音大收音，它是需要关定的这部分啊，这部分就传下来了，传的比较广；不需要官定的这个就传的啊不是很广啊。其实不需要啊关定的这个，实际上这是大魔主使在中国传的啊，在汉地传的这个。 呃，这个大收益正好是啊，马尔巴大师的啊，这个收益。那么，其实这个就是密法里面啊，密法它是密法的，它用的依据都是仙宗的经典啊。但是这个仙宗的经典呢，比如说大圆满啊，大圆满像宁玛派的大圆满七宝藏啊，是最高的大圆满的啊这些书籍论点啊。那么。 这些论点当中啊，经常都用很多很多仙宗的《第三转法轮》当中讲的关于如来藏的啊很多的这些佛经啊，他经常也引用这些佛经。嗯，他的这个他的真据啊，他的依据啊，啊、是仙宗的法，但是他的真悟的方法呢啊，是密宗的方法，所以禅宗的这个方这个真悟的方法、啊。 产滑头的这种方法，它根本就不是一个一般的、一般的这个先种的方法，这是密法的方，是密法里面的啊方法。所以，是这个汉传佛教呢，啊，它第一个啊，这是有一个非常超级好的一个方法啊，一个这样子的方法，这是让我们超越啊这个这个轮回的。嗯，但是把这个轮回当中拉回来啊，这个需要一个具体的方法。 啊，那么这个方法呢有啊，小这个整个大乘佛教里面有，嗯，但是在汉传佛教里面呢，呃，我就是啊没有看到一个像藏传佛教里面讲的藏传佛教的这种菩提心这样子的修法啊，没有看到。但是呢，有修啊，汉传佛教也在修啊，虽然没有，虽然不是这样子的方法，但是呢，啊，就像《华严经》里面讲的，为了度化一切众生，我要成佛，这个在修。 啊，那么他用这样子的方法去这个达到刚才讲的《华严经》的思想啊。那么藏传佛教呢，宗喀巴大师把整个藏传佛教的啊，整个藏传佛教仙宗和密宗的所有的精华，就归纳为啊三个核心的要点啊，啊这个就叫做三主要道啊。道有很多种。 啊，刀有很多种啊，但是这个当中啊，有最最最关键的、最重要的只有三个刀啊，这三个刀是不能没有的。嗯，呃，如果有了这三个刀啊，不需要更多的，其他的都完全可以归纳在这个三个刀当中啊。如果这三个刀当中其中一个不存在、一个缺乏啊，那么就是这个刀就不完整。 啊，不完整，不能达到刚才《华严经》当中讲的啊，既巧越不脱离的这种境界。嗯，所以宗喀巴大师把这个整个藏传佛教的宪宗和密宗的思想啊，三个要点，第一个就是出离心啊，第一个是出离心啊，出离心呢，我们刚刚学佛的时候呢，啊，就是给我们一个学佛的一个方向啊，方向。 我们为什么要学佛呢？我们刚才也讲过了啊，就有三个选择啊。学佛的时候，我们有些时候呢啊，为了健康啊，为了长寿啊，为了发财啊，啊，就是为了这些事情啊。反正就是为了现实生活当中的一些利益而学佛啊。学的方法呢，实际上不是学佛，我们以为在学佛，其实这个方法不是学佛，其实啊，就是。 求佛和供佛啊，方法是什么呢？方法是求佛和供佛啊。目标是什么呢？目标根本不是解脱，目标就是为了更好的生活啊。为了更好的生活，嗯，目标就是为了更好的生活，方法就是供佛和求佛啊。那么这个里面呢，不管他的目标、发心啊，或者是他的方法里面呢。 没有佛佛教的真正的东西，嗯，这里面没有佛教真正的东西。但是我们很多人不知道，这个就是佛法啊，这个非常的遗憾呢、啊。我们非常的遗憾，这是我觉得佛教徒的最大的遗憾。我觉得是这样子。我们现在全全球啊，尤其是就是东南亚这个地方，很多地方都有太多太多的啊，非常红啊，非常庄严的啊。 宏大的这些佛教的建筑物啊，特别特别的多，嗯，但是在这些建筑物当中呢，真正的佛法啊，就就没有太多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没有太多的这个生财啊，生人啊，生财，缺乏生财，嗯，然后缺乏生财了以后呢，这些佛的这些像《花严经》啊，这些里面讲的这么好的东西呢。 它永远都停留在啊，在藏经楼里面啊，就没办法了，就就就只有在藏经楼、藏经阁里面，永远都放在那里啊，没有人去看啊，有人去供，有人去求，有人去拜，但是没有人去学啊，没有人去学、嗯，然后更没有人去穿啊，更没有人去穿，嗯，然后更没有人去污啊，这跟、个、我们看到。 这个徐云老和尚的这些开示，大家都看得出来，禅宗其实实际上也是就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地步？这个很清楚，大家看看徐云老和尚的这些开示呀，啊，参禅的人多，但是呢，真正的正午的人啊，就是不多啊。然后我们现在呢，啊，现在这个时候呢，徐云老和尚这个时候可能是。 啊，参禅的人多，但是现在啊，连参禅的人也不是很多啊。我们藏传佛教也是修心的人不是很多啊，但是学习的人呢还是有啊，学习的人有。如果有学习的人，那还是有一啊，还是我们有一种希望。为什么？只要有人学习，那么有人知道这个方法啊，有人知道方法，那么知道这个方法，这方法可以告诉大家啊。 大家也就明白这个方法，这样子的话，那么这么多人当中呢，肯定是有很多人想去做啊，这个不可能所有人都不想不想去做，不可能所有人都不去修行啊，至少有一部分人是一定会很认真的去做的，嗯，只不过这些人还没有拿，还没有找到啊方向啊，还没有学到方法。如果学到方法，一部分人一定会投入的啊。 那么一部分人投入，比如说十个人去学的话，那么这个当中呢，可能有十五个、五六个人还是最后会证悟啊啊，所以还是会有会有会有希望的啊，所以我们啊这个不要啊不要这个呃求佛和学这个供佛啊当做学佛，我们佛教徒一定要把这个分分清楚啊，否则的话我们。 就是自以为学佛，但是呢，实际上我们就啊学了一辈子的佛，我们所谓的学佛啊搞了一辈子，最后啊根本没有学佛，那这样子多遗憾呐、啊，非常的遗憾啊！所以我们还是要啊这个要学佛，重点啊应该放在学佛啊啊有特殊情况的时候，或者是偶尔啊。 也可以去供佛啊，平时我们当然为了为了真悟，我们当然经常都可以供佛。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比如说我们为了现实生活的利益和健康啊啊，健康和长寿啊，偶尔我们去供佛没有问题的啊，拜佛也没有问题，求佛都没问题。但是呢，如果只有这一点啊，其他没有，那这是最,最最最遗憾的啊。所以，所以我们啊，希望。 啊，所有的佛教徒啊，就是我们这一生当中的我们啊，对佛有缘啊。那么这个说明什么呢？释迦牟尼佛啊，他圆寂的时候啊，就是说了一句非常非常非常有意思的话啊。佛陀就是说举了一个例子，佛陀说啊，佛啊原寂的时候给阿难啊说啊，他说他我给你啊。 这样一个故事啊，比如说有一个商人啊，做生意的，嗯，然后呢，他赚了很多很多的钱啊，他的这个呃呃，他屋里有各种各样的这个金银珠宝，有很多很多，嗯，然后呢，他啊快要死的时候啊，他快要死的时候呢，然后他把他的啊，就这个身边的啊几个。 儿子啊，儿女叫过来啊，交代他们。但是他有很多儿女，有些人还不在，嗯，然后给他们说啊，我的这些，我一辈子啊赚的这些钱啊，然后呢，我有很多很多的儿女啊，那么有些人呢，他们出去了啊，还没有回来，还没有回来，我可能啊等不及了啊，那么这样子的话，今天啊，我把这些金银珠宝。 全部交给你们啊！那么一部分是你们的啊，一部分是你们的，然后另外的一部分呢，就是那些出去还没有回来的啊，那些啊那些人的，他们都是我的儿女。那么当他们回来的时候呢，你们一定要把这个啊，我的这些东西要给他们啊。他说这些人呢啊，也是啊，因为是我的儿女。 这样子，这个啊，商人他死了啊。那么佛就是说，现在啊，现在今天啊，这个商人是谁？佛就是说我，我就是这个商人啊，我要圆寂了啊。那么我的这些发啊，现在就是交给阿难了啊，就交给你啊。那么一部分是你的啊，一部分是你的，但是更多的呢是。 未来还有太多太多的人啊，那么那些人呢？啊，我在啊，就是在堕世累劫当中，在成千上万年当中呢，我想了一切办法啊，想了一切办法，就是给他们的心里播下了这个解脱的种子啊，播了解脱的种子。但是因为他们造了很多的罪，他们现在还在，有些人还在地狱里面啊，有些人还在这个。 旁生当中，动物里面啊，有些人还在天劫啊，他们还没有呃、啊、回来，呃，他们还没有机会相守啊这些东西。但是呢，因为我给他们播了这个种子啊，他们总有一天啊，他一定会来的，这些人一定会来的啊。那么来的时候呢，你把这些法啊，一定要交给他们啊，一定要传给他们、就，这是。 佛陀给阿难说啊，然后佛陀有另外一个呃非常出名的一句话，就是说，佛圆寂的时候啊，给阿难讲啊，我今天把我的所有的法，所有的佛法啊，交给你啊。那么除了《般若波罗蜜多》啊的这个是这个佛经以外的这些佛法啊，全部都啊损坏了，全部都失传了啊，我不责怪你。 不责怪你，但是如果在这个般若波罗蜜多当中啊，一句话啊失传了，一句话损坏了，我得要找你啊，我要责怪你啊。这是佛啊给安娜说的，大乘的经典里面到现在都有的，大家可以去看啊。意思就是说，整个释迦牟尼佛的八万四千的法门啊，都啊不如这个般若波罗蜜多啊。 因为这是佛的最最最精华的东西啊，最精华的东西。这个我们我的意思就是说啊，我们释迦牟尼佛圆寂以后的两百两千五百多年前，呃，多年以后我们回来了啊，今天我们都回来了啊。那就是我们今天啊，都是当年释迦牟尼佛在的时候就出去的这些出圆门的这些他的儿女，就是我们啊。 我们那个释迦牟尼佛在的时候啊，他传法的时候我们不在，我们没有啊福宝亲眼见到释迦牟尼佛，亲耳听到佛的这些传法，因为这个时候我们不在啊。但是呢，因为释迦牟尼佛还没有成佛之前啊，他给我们的心里啊就播下了这样子的种子啊，这个种子今天成熟了。 啊，今天我们称述了，我们回来了啊。但是佛已经走了，我们回来的时候佛不在了啊，佛不在了啊。但是呢，现在佛的这个工作呢，谁来做呢？第一个就是阿难啊，然后一代一代一代传下来，到我们现在，我们的上师，我们的师父啊，就帮佛把当时佛啊留下来的这些佛陀的他的这些遗产啊。 现在他们来啊，就送给我们啊，然后他们来交给我们啊。我们今天都回来了啊，我们回来的这么晚啊，就等了两千五百多年啊，等了两千五百多年，但是我们还是终于回来了啊。回来的时候呢，啊，那我们有权利、有资格去啊，照这个当时释迦牟尼佛啊，就是我们的父亲。 他留下来的最珍贵、最最最珍贵的这些东西啊，因为这是佛留下来的呀，所以我们有啊，他是为了我们留下来的，嗯，所以我们有这个资格去要啊。但是我们不懂这一点，我们不知道佛的真正给我们留下来的遗产是什么东西，我们不知道啊，传家宝啊是什么，我们不知道，我们还是去烧香啊、拜佛呀、啊，就是这样子啊。 这个多遗憾呢，啊，那大家想想，就像就像一个这样子的父亲，他去世的时候，他非常非常值钱的这些金银珠宝留下来了啊。那么他出远门的这些儿女回来了以后呢，他们不知道他们的父亲给他们留下什么东西，然后他们呢，啊，就不去啊，不去要啊这东西啊，然后他们很贫穷啊，这样子很啊，这样子很遗憾的事情啊。 所以，我们啊，今天就是应该啊，也也有资格啊，也应该去寻找啊，当年啊，这位父亲啊留下来的这个传家宝啊，这个我们有资格的。但是呢，我们啊不懂，所以我们就是就所谓的学佛，就根本没有去学，我们根本就没有去寻找啊这个传家宝。 啊，这个是非常遗憾的啊，但是没关系，我们今天回来了以后呢，我们还是知道了哦。我们的父群亲去世的时候呢，啊，给我们就是有一个传家宝啊，就放在一个人的手里了啊。那么我们现在要去找啊，我们现在要去找这个人啊，啊，也可以，现在也不晚的啊，也来得及啊，也来得及。所以，那么传家宝是什么呢？啊？ 传家宝啊，就是佛的空心啊，就像佛的空心。我们现在啊，父母去世了以后呢，所有的儿女都跑来去争啊，父母的房子呀，然后父母的稍微有一点这个存款的话，就我们去去去去，就所有儿女平时父母在世的时候就根本不管，然后死了以后呢，大家都去争这个房子呀、家产呐，啊。那现在现在大家要去争释,释迦牟尼佛的这些财产。 啊，遗产啊，是什么呢？就是空心啊，真悟空心。当时释迦牟尼佛特意的啊，交代了这个阿难啊，是这是第一个。嗯，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大乘佛教的核心的啊精神，就是菩提心啊。当时释迦牟尼佛也说啊，像成佛的人啊，不要去学太多的法，也不需要去学太多的法。 就学一个法啊，一个法是什么呢？就是大悲心啊，一个法就是大悲心。嗯，悲心和大悲心有什么区别呢？大悲心就是像观世音菩萨、地藏王菩萨的这种大悲心啊，不但是有慈悲心，而且这个慈悲心啊，让他啊投入到利益众生的这个工作当中啊，这个。 就是，也就是说，菩萨的这个大啊、呃、慈悲心，才叫做大悲心啊，才叫做大悲心。所以我们现在就要做这两件事啊。希望大家，希望希希望大家，我们想学佛又找不到，一会儿又去诵经，一会儿又去磕头，然后一会儿又去念佛，一会儿又去参禅，然后最后什么都搞不定啊。这样子的这个学佛呢，其实是没有方向的学佛，不对的啊。 念佛、净土宗啊，非常好，就是要学，就是认认真真的学啊，或者是修禅，那当然非常好了，这非常了不起的法门，认真的去学。学藏传佛教也一样的，这非常了不起的佛法，也可以就是学啊，认真的去学。我们学藏传佛教现在就是一会儿火工灰工这些新式的话的这些东西太多太多，然后我们做水陆法会。 啊，内滩要多少钱？密滩要多少钱？外滩要多少钱？在外面要多少钱？啊，全部都是跟钱有关系啊！啊，没有钱，我们进不了密滩、内滩啊，进不了。这就像当年印度的印度的这种四种阶级啊，分得非常清楚的。所以，印度的地层的人啊，他永远都不知道他信仰的神啊是长什么样子啊。 他永远都不知道他供奉或者是他相信的这个他崇拜的神是什么样子。他永远不知道为什么呢？因为他底层啊，他没有权利进入他们的这个神庙啊，所以有些人他永远都永远都没有没有办法啊进入这个他的神庙。为什么？因为他的阶级层次低啊啊。那么我们有些人也没办法进入 meta 呢 l 塔 t a 呢。 为什么他没有签呢？啊，所以这一类的东西呀、啊，汉传佛教搞得也特别的厉害啊。然后我开玩笑说，就是前几天呢、啊，比如说我我们藏传佛教在卖包品啊，然后我问他们卖包品多少钱，他们说他们的标价是两百五啊。我就是说这个错了，不能这样子标价。人家很聪明的人呢、啊，烧头香、高香的时候，汉传佛教的寺庙。 这数字多好啊，多吉利啊！九百九十九块钱，九千九百九十九块钱，八千八百八十八块钱，六千六百六十六块，我们的二百五啊！这个是不对的，因为不了解这个文化啊，所以两百不多不少就是二百五。我就说，如果你要买的话。 要不就是两百六十块钱啊，要不就两百四十块钱，不要卖两百五，这个卖不出去的。<laughs> 所以啊，大家就是呃，不是搞我们以后以后尽量大家不要去搞这些，我们还是要去寻找当年啊，这个佛教所有佛教徒的他的父亲啊给我们留下来的啊这个呃传家宝。 在哪里，我们就去找这个啊。雷坛进不去没关系的啊，密探进不去没关系，不进了啊。然后这个包拼买不起了，算了，不买了啊。烧头香烧高香没有那么多的钱，没关系，不烧了啊。啊，我们去找释迦牟尼佛给我们当年留下来的东西是什么？我们去找这个，这个找到就够了啊，就够了啊。 你看，其实你们都是不想买的。你看，那 <laughs> <laughs> 不想买的话，你们不买就可以了。这个为什么有收？就为什么有这种头香、高香这样子的说法呢？就是因为我们去抢这个，所以人家想出一个办法，好，就是要设计一个这样子的东西，然后呢，就把这个一个香，其实是一种香啊，包装的好一点，尤其香呢就。 有些像好像有两，好像有四五米高啊，有些像啊，但是这个像又这么高，有什么用呢？这不就是更加的寺庙的环境污染啊？没有什么啊，所以我们像不是高和大来分，而是以什么样的心态去烧香，这个是最重要了啊。如果真的释迦牟尼佛是一个一个普通的人啊，我们给他烧香，如果他万一他高兴的话。 那根本不是两米五米的问题了，而是为了一切众生啊，我就就烧一根很小很小的一个啊一根香啊，那他肯定是非常的高兴的啊。为了这个炫耀、虚荣啊这样子的这个心态去烧头香、高香啊，没有的，头香、高香，汉传佛教香起来的啊，香出来的，包拼。 藏传佛教想出来的啊，想出来的，那给我们的这些东西呢？啊，有些时候呢，我们也可以啊，想卖包品就卖，想烧想烧高香也可以，但是这些都不是终点啊。终点我们要去照释迦牟尼佛当时给我们留下来的这个传家宝在谁的手里啊？我们应该去，我们有资格啊。虽然是回来的比较晚啊，就。 两万两千五百年了，但是我们终于还是回来了啊！那么既然回来了呢，那我有资格去咬我父亲给我留下来的东西呀？啊，有资格呀！啊，为什么我不去咬这些东西，然后就就烧香拜佛，天天都停留在这个地方？这是我们的错啊！不能这样子走走走这样子错误的路啊！烧香也适当的可以烧啊。 拜佛当然是很好了，我们修五加信的时候也要拜十万个啊，不是两个三个啊。但是呢，这个心态就不一样了啊，心态不一样。比如说我们五加信里面呢，也要供曼陀罗呀啊，那为什么要供呢？这个跟刚才不一样是什么原因？那就是以菩提心的基础上供就不一样了啊。所以藏传佛教里面呢，把宗喀巴达什，呃，把整个的这个学佛的啊。 方法它就归纳为三个，第一个就出离心。我刚才讲了啊，如果我们有了出离心，然后我们的学佛就有一个方向。比如说，本来我们在走一个另外一条路，然后这个出离心让我们去找，让我们这这个方向啊就转变了，让我们走另外一条路啊。另外一条路是什么呢？原来我们走的路就是烧香拜佛这样子的路啊。那么有了出离心以后呢？ 他从此让我们啊去寻找当年啊我们的父亲啊留下来的这个遗产啊这个传家宝，让我们就寻找这这个路啊，让我们走上寻找这条路啊，这个是出离心啊，这叫做出离心。如果没有出离心呢，那我们不去不不去走这条路，我们一直都在为了。 健康啊，为了长寿啊，就是一直都走这条路啊，不走寻宝的啊这条路啊，走不了的。所以出力啊，其实出力，刚才《华言经》讲的啊，不着于事啊，不着于事，就是不要就在这个执着，不要流转这个这个轮回啊。那么这就是要出离心，首先从心开始啊。如果我们的心执着这个轮回， 啊，那我我们可以说，我、哦、我不执着，我要解脱。但是呢，心在执着，解脱不了的啊。然后我们的身体呢，啊，跟着我们的心啊行动，所以就更加的没有办法。所以首先啊，不是身体要处理，首先心要处理啊。所以这个叫做处理心啊。如果没有处理心，那么《华严经》当中讲的不着于事，这个根本没办法做到。这是一个。 第二个宗喀巴大师讲的三重要道里面的就是菩提心啊，第二个重要道就是菩提心啊。那么这个菩提心呢，刚才华严经讲的，不啊不脱离啊不脱离。如果没有菩提心，那我们就像小乘佛教的阿罗汉和圆觉一样，彻底的脱离了，就像月球啊，它彻底的脱离啊这个地球啊，就彻底脱离周远啊。 就像这个宇宙啊，外太空一样，如果没有这样子的这个菩提心的话，那我们根本就没有办法在这个正常的轨道上运转啊。没有这样子的力量，就只有啊，只有彻底的脱离了，那这样子益不了终生啊。这个不是达成佛教的目的，嗯，所以如果在这个轨道上啊运转，那就必须要有这个菩提心把它拉回来。 啊，不要走远。所以啊，第二啊，藏传佛教的第二个核心的思想就是菩提心啊，出离心、菩提心啊。然后第三个呢，就是真空心啊，真空心。刚才《华严经》啊讲到了，出离心其实是让我们的啊心啊往这个方面想而已啊，实际上现在还没有做到啊，只不过。 自己的方向啊，是解脱啊，去寻找，呃，这个佛陀给我们留下来的啊，正法，或者说这些儿女的父亲啊，给他留下来的这个家产，他去寻找这条路，就是一个，就是建立了一个这样子的目标而已，实际上还没有走啊。那么，真正的走上这条路，就是要真空行啊，真空行，所以。 藏传佛教的第三个要点呢，嗯，就是政悟空性啊，所以不管这个尼玛、嘎居、萨迦啊，还有这个格鲁、觉囊，凡是藏传佛教，都是任何一个藏传佛教没有一个是不讲这个三主要道的啊。虽然是三主要道是宗喀巴大师啊写的啊，宗喀巴大师是格鲁派啊，但是这个发。 啊，他讲的这个发是所有藏传佛教都是都是都是就他们的标准就是这个，啊，如果没有这三个啊，比如说萨迦派的呃李斯贪啊，李斯贪实际上就是这个三主要刀啊，三主要刀。然后冈波巴大师的生道宝曼论嘎居派的，也就是围绕着这三个讲的啊，就围绕这三个讲，所以我们。 啊，学藏传佛教的啊，学藏传佛教在台湾啊，学藏传佛教的这个弟子啊，也就希望从此以后啊，我们减少啊，买包拼啊，活工回宫啊，活工和回宫啊，它本质如果我们会做的话，那么活工当然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啊一个法门啊，它也不叫一种法门，但是它是一种啊。 其中一个方法应该叫一个方法啊，它是一个非常好，但是呢，它有很多的前提的条件，我想我们大部分的人都不会做啊。然后回宫呢啊，也就是学迷的人必须要做的忏悔自己的罪过呀，各方面都非常非常好的啊。但是我们现在把这些东西越搞越形式化，越搞越形式化，越来越脱离它的核心的东西，它的真正的意思以后呢，它就是。 最后就是一个变相的商业化的手段啊那这样子当然不能学了，学了也没有意思。所以啊，这些先尽量的减少，然后呢，不管是学汉传佛教的，学藏传佛教，大家一起啊，学出离心，学菩提心，学正悟空性啊，这样子以后呢，我们华严经啊，在汉传佛教里面呢，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过去汉传佛教比较兴盛的时候呢。 啊，就专门有有个法门，就是啊，这个华严宗在在研究在修啊。那么藏传佛教里面也有这个藏文的呃《华严经》啊，在藏传佛教里面，这个《华严经》的地位也是非常非常高的啊。它就是这是一个一个大乘佛教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经典啊。那么这个经典刚才我们也念了，大家也知道了啊。 但是怎么样去落实呢？啊，怎么样去修呢？啊，还是需要一个另外一个方法，一个具体的方法啊。刚才我们讲的就是一个要求，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去做啊，或者是一个目标啊，这个目标是什么什么什么样子啊？但是我们怎么样达到这个目标啊？它的方法是什么呢？就需要一个方法啊，这叫做菩提心的修法啊，藏传佛教的。 无加心啊，里面的菩提心的修法就是这个修法，嗯，菩提心的修法。然后正悟空心啊，需要一个具体的方法，嗯，那这个具体的方法呢，就像禅宗的这个禅禅啊，是一个非常具体的方法，而且是一个很高端的方法，嗯。然后呢，藏传佛教里面这种方法特别特别的多，有各种各样的方法，有逻辑推理的方法，有气脉明点的方法。 有像禅宗这样子经下来的方法，还有太多太多的啊方法，都是如果用的好啊，都能够达到最终的这个目标啊。那么它最终的目标就是证悟空性啊。这三个啊，出离性、菩提性、证悟空性，三个都有具体的修行的方法。出离性的修行的方法叫做思加心啊，然后菩提性的修行的方法是无加心里面的其中一个。 正务空心呢，然后大月盘呢，大手印呢，啊，各种各样太多太多的这个方法，任何一个法门啊都可以的啊，这个没有高低，人的根基有高低啊，法它没有高低啊，佛法没有高低，只有人的根基有高低，所以呢，有些法啊，人根基比较高一点的人比较适合啊，有些法门呢。 根基比较差一点的人比较适合。只有人的根基有高低，佛法是没有高低啊，佛法没有高低，都是一样的。但是我们平平平时，比如说比较比较根基比较成熟的人，适合的法，我们平时都讲啊，比较高的法门，大家都认为是比较高的法门，但其实也不是啊。如果这个用到根基差的人的身上，根本就不起作用的。 啊，然后根基比较差的人用的这些法门，我们平时都认为这是比较差的法门，但是也不一定差。如果这种法门用到根基比较高的人的身上，也就是也就是用不上的啊。所以各有各的长处，各有各的作用。所以啊，人的根基有有有高低，有上下啊，有成熟和不成熟这样子的区别。释迦牟尼佛的思想。 是没有成熟不成熟的区别，发没有高低啊，这样子。所以希望大家啊，最后就是希望大家啊，要找到佛教的这个精华啊。我今天为什么用这个《华严经》来给大家讲呢？如果我到这个地方来讲什么什么是佛教的精华，这是佛教精华，这个是佛，那个是佛教精华，你们也许也不一定相信啊。但是《华严经》讲了。 啊，这个是代表佛啊。那么，除非是不承认佛法啊，否则啊，这个是我们不能不接受。所以，佛教的中点也就是这么两，就这么两个智慧和慈悲，它的作用也就这么两个：超越时间，不脱离轮回啊，或者是超越时间，不脱离时间啊。其实就这个啊，这两个，这叫做这个呃，在。 在大乘佛教里面，啊啊，叫叫做无主涅槃啊，无主，啊，安住安住的啊意思，无住就是不在于极端啊，极端是什么呢？小乘佛教的，它就绝对的这个涅槃啊，它就是一个极端啊，彻底的涅槃了，就走走向一个极端啊，所以无主于这样子的啊涅槃，还是在这个中间的道路上，它既涅槃。 啊，又不绝对的涅槃，这是大乘佛教要的啊。他大乘佛教需要达到的目标就是这样子。呃，所以我们现在啊，如果想达到这个目标，那我们修什么呢？啊，首先修出离心啊，出离心是这两个的基础啊。真空心也有出离心啊，菩提心也有出离心。如果我们从世俗红尘的这种欲望啊，稍稍放一下啊。 禅宗也讲放下啊！如果我们这个一点都不放下，那根本就没有没有办法证悟空心呐、菩提心，根本没办法。所以，所以在这个世俗当中啊，我们把有些东西呢，适当的要要放下一点点啊，放下一点，然后才有机会去追求更高的东西。比如说啊，非常的简单，我们一直都认为，这个金钱啊。 民生权利是我们的，在我们的价值体系当中啊，是最高最高的啊，就是最高的位置啊。这样子的话，那么我们一定会用一辈子的时间去追求这些啊，根本就没有去没有没有时间去追求什么更高的东西了啊，没有的。所以我们的价值观稍微要调整一下，所以这些东西要稍微他们的地位啊。 稍微要放啊，放低一点啊，那这个就是处理性的作用啊。稍微放低一点，如果这个不一直都他们的位置在我们的价值体系当中一直都这么搞的话，那就根本没有办法去修空性了、啊。真悟空性根本没有这样子的，相反，我们的心思根本不在于这些上面啊。所以通过处理性的方法，把他们的位置啊稍微要啊稍微放低一点，比如说。 你有金钱可以用啊，有民生没有问题啊，有权利可以用都没有问题。但是我们对他们的态度要稍微要改变一点，要稍微放低一点。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的价值体系当中会产生一些更有价值的东西，我们会发现更有用的东西。这时候我们一定会去追求他们啊。所以，处理心是他们的最基本的啊基础。 然后在这个基础上修菩提心啊，就这些了。这个我们菩提心的具体的修法、空性的具体的修法，今天不讲啊。我们还有其他的课里面可以、可以、可以讲啊。那么今天我们要讲的是，大乘佛教的核心是什么？《华严经》当中怎么讲的啊？然后呢，我们要达到这个《华严经》的这个境界，那我们要有什么样的渠道？我们要从哪里入手啊？今天就是讲讲这些啊。 那怎么样入手？具体的方法是什么？那就是实际到具体的修法，这个叫做空性的修法和这个菩提心的修法。啊，这个我们后面的这个课程当中啊有安排，到时候可以给大家介绍。啊，今天我们就呃讲到这里了。啊，非常的感谢。 kirgana jeva monde pa tebe zole do a do jo om a ho banzrangar pamasode ho om a ho banzrangar pamasode om a ho banzrangar So... Oh.